级汽车。拯救小岛，去钓鱼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来了，用力呀。嘿，不好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贝勒湖，开心湖，救救我嘛！情况紧急，召唤超级汽车。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。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！风浪变大了。不害怕害怕，风浪越来越大，摇摇晃晃，真的太可怕，快快想办法。哦，别怕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。稳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世事升级吧。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好办法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大力神吊车。慢慢靠近，好厉害，长鼻子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谢谢你，要你就要奇迹。大吊车谢谢你，你最强无敌。
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嗯，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工程车技能大赛。哦，我们又建好了一幢楼房。哦，真是太棒了。这次真是多亏了我，把土地铲得这么平整，你们才能施工。嗯，库宝，你说什么呢？如果没有我搅拌水泥，你们拿什么盖房子？哼，那些重重的石头和沙土可全是我吊起来的。还是我的功劳比较大，我就是最棒的工程车。我的功劳更大，我才是最棒的工程车。嗯，不对不对，应该是我。停，不如我们找别人来评一评吧。那一定要找最公平公正的。我同意。雷克警长，你是贝勒小镇最公平公正的汽车。请你说一说，我们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？这个，我觉得你们都挺棒的。不行，你必须选出一个最棒的。对对对。有了，不如你们来一场工程车技能大赛吧。嗯，好主意。没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酷宝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要跟阿力、瑞博比赛，快帮我升级。我们也要升级。啊，什么嘛，我还以为有重要的任务呢。比赛也很重要。没错。好吧好吧，超级汽车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屈才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第一局比赛挖坑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铁臂挖掘机，大铲子最坚硬，挖石头挖土地，挖掘机最无敌。酷宝胜出。第二局比赛搬运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大力士吊车，大钩子有力气吊起来放下去，大吊车最无敌。恭喜阿力。呵呵，第三局比赛搅拌水泥，谁的本领强我们比一比，冠军就是我七彩搅拌车，大滚筒转呀转，无水泥变呀变，搅拌车最无敌。我们都赢了一局，到底谁才是最棒的工程车呢？谁的本领强大家比一比，让我想一想谁才是第一。大吊车我赢了，挖掘机是我吗？还有搅拌车。合作最无敌。什么？合作最无敌？嗯，你们合作修好了一条路。哇，我们真厉害！没错，你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。我们是最棒的工程车队。打败垃圾军团。嗯。
我垃圾怪复活了，我要让整个城市充满垃圾，哈哈哈！哦，这是什么？好可怕！啦啦啦啦啦！垃圾军团出击！污染城市，污染城市！这是怎么了？啊！可恶的垃圾军团正在污染城市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。嗯，召唤超级汽车！爱美的垃圾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垃圾呀？太脏了吧！哼，竟敢嫌弃我们！兄弟们集合，一起攻击！进攻进攻，垃圾臭烘烘，反欺负烂鸡蛋在发霉，嘿嘿嘿！进攻进攻，垃圾臭烘烘，电池污染塑料袋飞上天，哈哈哈哈！你们别嚣张，这就完了吗？兄弟们，再次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啊，好可怕呀！垃圾车，你快想想办法！垃圾的数量实在太多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有办法，看我的！超级汽车，升级！强形态，分类垃圾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出发！蓝色、绿色、灰色、红色，我们都是垃圾车。玻璃、塑料、金属、报纸，全部装进蓝色。对，交给我。生饭、生菜、果皮、蛋壳，统统装进绿色。OK。生气，看我最后一步攻击！抽气抽气，弥漫空气，垃圾垃圾污染环境。一二三四，全面出击！抽气抽气，全部都清理！包围，困在原地！垃圾垃圾分类清理！哎呀，我完蛋啦！收工！了垃圾车，城市又变美了。嗯，保护环境要做好垃圾分类，不能随便乱扔垃圾哦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赶走沙尘暴。啊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，很适合春游啊。空气也很清新呢。哇，
哇，这里的小花好漂亮呀，你帮我拍张照吧。没问题，一定帮你拍得美美的。三二一，好可怕。哼，我长得很可怕吗？皮皮，你真讨厌。不不不，我是说沙尘暴，快跑呀。啊，我的小帽子。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我们被困在沙尘暴里了。啊，哇，是可怕的沙尘暴来了，看来城市需要我们，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吧。慢吞吞的洒水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爷爷，你能开得快一点吗？是啊是啊，太慢了。别担心，这小小的沙尘暴可难不倒我，坐好了，要加速了。气净化，我最有办法。洒水车，洒水车，打开我的喷水枪，前喷喷，后洒洒，赶走沙尘暴，赶走沙尘暴。太好了，沙尘暴消失了。幸好你们及时赶到。洒水车爷爷，您可真厉害。小意思。我有点困了。沙尘暴又来了。不好，好可怕。洒水车爷爷，快醒醒，快醒醒。我还想再睡一会儿呢。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，沙尘暴又来了，而且变得更大了。哎呀，这么大的沙尘暴，我还是头一次见呢。这可怎么办？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时候升级了。来吧，超级汽车。升级，最强形态，螺旋洒水车，耶！准备战斗。
洒水车爷爷真棒！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！完美合作。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堆满了垃圾，没有人清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实在太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？哥哥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小事小事，别紧张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嗯，召唤超级汽车。超级汽车出动！姐妹们，轮到我们表现了，要加油哦！我们都是最能干的垃圾车，能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。没错，没错。哼，你们停下。小绿，你要干什么？清理垃圾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能完成，你们不用去了。啊，可是垃圾需要分类，你自己？我自己肯定没问题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，我也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们的分工不一样呀。而且垃圾那么多，要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干活了，不和你们说了。小绿是最棒的。我是湿垃圾车最能干的垃圾车哦。身穿绿衣裳，哦，我最善良，清扫垃圾场，速度快快快，不用别人帮，不用别人帮，全靠我自己，哦，我最棒。这边这边，快点扫一扫，干垃圾干垃圾全扫掉，那边那边再扫一扫，湿垃圾湿垃圾全部打包。一起来打扫吧。升级，哈哈怪的攻击。
是来自痒痒星球的哈哈怪，我最喜欢，哈哈哈！这是我们痒痒星球的秘密武器——痒痒粉，只要碰到它，每个人都会笑哈哈，哈哈哈哈！来吧，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痒痒粉的厉害，哈哈哈！给我扬起来吧！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好痒呀！我的腿好痒，我的手好痒，我的全身都痒。大家都怎么了？好奇怪呀！雪莉，皮皮，你怎么啦？哎呀，快帮我挠挠，好痒啊！皮皮，你这样动来动去，我挠不到。我控制不住。没错，只要中了我的痒痒粉，都会痒得控制不了自己。哈哈哈哈！你怎么不痒？救命！居然还有人没中我的痒痒粉！嘿嘿，别想逃！好痒啊！整个小镇都是我哈哈怪的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到处都有警报？我宣布，贝勒小镇以后就改名叫哈哈小镇了。可恶！你做梦！我们要把他赶出贝勒小镇。召唤超级汽车！雷达警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哈哈哈哈！我是哈哈怪，发射炮弹让你遭殃，手臂痒痒，脖子痒痒，哈哈大笑。让你疯狂，好痒啊！我来救你们！哇呜哇呜，救护车来啦！治病救人交给我吧，身体痒痒千万别抓，涂上药膏马上就好。竟敢破坏我的计划，痒痒粉发射啊！小心！第五第五，警车来抓捕，保护大家交给我吧。biu biu biu biu， 瞄准目标，全速追击。怎么不见了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哈哈怪你躲在哪？藏呀藏呀藏起来，躲在街角你出不了。好痒好痒好好笑，挠呀挠呀受不了，擦呀擦呀擦呀膏，痒痒消失没烦恼。不，我不痒了，太好了。痒痒粉再次攻击，找到你了，这次别想逃。雷达雷达快启动，哈哈怪你别想跑，追呀追呀向前冲，第五第五找到了。